我是小 ET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买的新东西，就是这个麦克风。它是博雅的麦克风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就要打开来给大家看。它有写说它可以用在像手机啊、电脑啊、相机啊、录影机这里。然后我现在要来打开它了。开箱，哇，里面有一张，有一个说明书，说明书都是英文，然后还有说它包含了1、2、3、4、5个东西，但是它说明书没有说到收纳袋，上面有它的博雅的 logo， 然后它是有一种皮革的感觉，看得出来吧？然后里面就是很一般的这种而已。先给大家看里面是长这样，这个是它的麦克风本人，然后跟它的防风罩。这个就是这样装进去，这里有一个夹子夹这个的，然后把它装上，感觉会用坏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天，哎呦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放在你相机的热靴上，毛毛的，这不是很软的那种毛，不是粗粗的吗？哦对，然后这里又有它的 logo， 它会掉毛，我手上。它附两条线给我们，这一条有卷卷的，这一条是插相机用的，这一条没有卷卷的，这里有没有卷卷的？这个这一条是插手机用的，店家有额外送我，这不是包含在这个里面，店家额外送我一个手机夹，就可以夹我的手机。这个是这样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可以插上来，插上来之后锁紧它，那个可以把它转紧，这样哦，这样就可以讲话收音。因为我手机的收音啊怪怪的，会大小声，所以我就想说买这个相机，我的相机可以用，然后我的手机也可以用，然后我就把它转开。我现在要装上相机的线。好，我把它装上去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怎么样，插下去咯。有不一样吗？有吗？有没有？有很清楚吗？应该是有不一样。我觉得插手机应该会比较明显。我来插一下我的手机，我拔掉咯。换一下手机的线。应该是这个插这里。那我先把它拔掉，然后录影给大家看。好，我是小一 T， 应该有吧？声音有变很好听吗？声音应该不会很好听啦，但是应该有不一样吧？有没有比较 清楚？哦，天哪，有点开心！这次跨年呢就可以用这个，感觉就是会提升我的收音的问题，因为我每次在后置的时候，我需要把声音调很大声，尤其是如果用手机拍的话，我声音还要再叠好几层，不然听不到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啦，我们等我拿到手机的稳定器，我再跟大家分享。希望赶快到，不然我今天都没有办法睡觉。如果今天到的话，我等一下就再拍；如果今天没有到的话，可能又睡不着了。